真发心了，不要再留念这个世界。不但这个世界不留念，华藏世界都不留念。你想往华藏世界，你去不了。你要真正做到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才能生华藏世界。就是多难。下面说，是故经云，当来之时，今道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，特留此经直住百岁。其有众生执此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这是无量寿经后面的经文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啊，当来之时，今道灭尽，肯定不是现在啊，所以世界上许多预言家都讲世界末日啊，这外国宗教啊也讲世界末日。世界是不是有末日？这都有问题啊。佛法不是这样说法的啊，佛法讲法运。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，给诸位说，诸佛出世的法运不一样。实在讲，佛哪有法运呢？这运是众生呢。啊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都是众生。我们认真肯学，那就是正法。啊，听了之后不愿意做，那就是相法。听都不愿意听，那就是末法。所以啊，这个佛的三种法运呢，是从众生说的，不是从法说的。佛没有这个问题啊，法也没这个问题啊，实在是人的问题啊。那么我们对于佛法有这样强烈的爱好心啊，那就这些正法嘛。啊，我们今天这样的学习跟释迦牟尼佛在世啊，那个时候一般人学习那有什么两样？没有两样。他们跟释迦牟尼佛一生能成就，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一生也保证成就啊，这真法了啊。可是人的根性啊，佛是看出来了啊，的确，一代比一代要差一等啊。那么到9000年之后啊，我们现在慢慢也能想到一点，这个众生的业造的业累积啊，累积的这个恶业越多。这个人的好运就没有了，居住的环境跟着变了，就风水轮流转了，富人居富地，这地方风水不好，可是这个人是有福报的人，他到这里来一住啊，2年3年风水变好了，会变啊，这个地方风水宝地，那个人缺德啊，造作恶业，他在那住上3年，风水都变坏了。境随心转，啊，这个地球
是一块宝地啊。地球上的人都能够随顺心的，修十善，不造十恶，这一块宝地什么灾难都没有啊！它会变得跟极乐世界一样。极乐世界，你看世尊给我们介绍啊，《弥陀经》里面讲的，那个地方的人皆是上善，聚会一处啊，不是普通的善呐，上善。啊，上善标准并不很高，佛告诉我们，我们修上品十善啊，我们不想到极乐世界去，来生到哪里去？来生到天道啊，忉利天以上啊，上品十善。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啊，这上善那个地方什么灾难都没有啊！啊，中品十善得得人道啊，下品十善呢，阿修罗道，这三善道。啊，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止上善啊，除了上善之外的时候，他觉悟了，他不迷了。在我们这个六道啊，上善到天上还是迷而不觉，他没悟啊。啊，怎么知道是悟了？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一个人真正发菩提心就是觉悟啊，发心决定要求生西方净土，这个念头就是觉悟。为什么呢？你要离开六道轮回啊，不但要离开六道轮回，你脱离十法界了啊。脱离十法界是什么人呢？菩萨了，阿罗汉做不到啊！阿罗汉只是脱离六道轮回，没有脱离十法界。那你发这个心，你要生极乐世界，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脱离十法界了。虽然不是大彻大悟，他所得的果报啊，跟那个大彻大悟的人没两样。这稀有的法门啊，真发心了，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啊！不但这个世界不留恋，华藏世界都不留恋啊！你向往华藏世界，你去不了啊！你要真正做到了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你才能生华藏世界。你说多难啊！可是到了极乐世界，就是华藏世界啊！华藏世界里面
最殊胜的一个宝地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我早年在新加坡讲这个经，啊，给同学们做比喻，啊，他们对这个华藏极乐，啊，总认为这是两处，我告诉他不是两处，是一处。啊，我说华藏世界好比新加坡，华藏世界。极乐世界呢，啊，好比五劫路，他们最繁华的一条道路，五劫路，华藏世界的最精华的地方，啊，升到极乐世界就升到华藏，升到华藏还没有到极乐世界，啊，那要，也会去。啊，文殊普贤十大愿王导轨记录，啊，还是会去的，没有直接往生那么样的了当啊！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得认清楚啊！啊，你才真正。啊，放下万缘，一心皈依弥陀净土。实际上，五欲六尘享受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这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啊，你享受在这个里面呢，不起分别，不起执着就对了。可你享受的时候，它起分别，起执着，啊，七情五欲，那就坏了。如果你受用，没有这个念头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那你的受用就是诸佛如来的受用。啊，给诸位说，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，那就是这个受用。啊，十报庄严土里面的人，有受用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动念。一大师因缘是《法华经》上讲的。诸佛世尊唯以一大士因缘故出现于世，唯以佛智之见示悟众生。这一大士因缘在《法华经》上一句话：开示悟如佛智之见，设方诸佛菩萨。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应化，为什么？就为这桩事情。因为佛智佛见是一切众生本来有的，所以佛不度众生啊，佛给你什么？佛什么也没给你啊，是你自己本有的，本有的你迷了，你不得受用了啊！你在迷惑颠倒，在搞六道轮回啊，过这么凄惨苦难的日子啊，佛来点化你啊，你有佛智佛见，你本来是佛啊，啊，你迷了，迷了自信啊，啊，所以佛对众生只能做到两个字，开示啊，这两个字用什么手段来完成呢？身行言教，身行是事啊，所以事是做样子给你看嘛。言教是言说。佛教化众生是以事为重要的方法，言不足，事之不足，先做出样子给你看，你看了之后让你感动啊，
体悟，看了之后感动了，不甚明了，你再去问，问的时候给你解释。佛先做出来啊，佛为什么要示现苦行僧？三一一波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。那这是干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时候，我们意思懂了，叫人什么？放下了，放下就回归自性了。你为什么不这个迷的呢？就是你因为你有自私自利，你有贪嗔痴慢，你贪爱五欲六尘的享受，你搞这些东西啊，这就迷了。实际上五欲六尘享受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这为什么不可以呢？你享受在这个里面呢？不起分别，不起执着就对了。可你享受的时候，它起分别，起执着，七情五欲，那就坏了。它这个里头产生了许多副作用，这就造孽了。产生这么多这些东西就又惹来的果报了，这不善的因。这不善的果啊，六道三途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六道三途没有，自性里头没有，本来没有，现在有没有？现在还是没有。他跟你讲，你就不相信；你说现在有，你相信；跟你说现在没有，你不相信。在佛菩萨心目当中是真没有，不是假的。当相皆空，了不可得，他哪里会有呢？那个佛经上常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大般若经，我们总结起来讲，六百卷大般若经讲什么？就讲四句话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就这四句话，释迦牟尼佛讲了22年，告诉我们事实真相是这样。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你执着以为真有，错了。在这些境界里面，虚幻的境界里头，你起了控制的念头，你起了占有的念头，错了，那你就造罪业了。如果你受用，没有这个念头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那你的受用就是诸佛如来的受用。给诸位说，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，那就是这个受用。十报庄严土里面的人，有受用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动念，那叫真享受啊，那叫极乐世界呀。不起心不动念的，所以那个享受，他一点妨碍都没有。没起心动念，我们今天的享受里头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麻烦在此地，所以说没有轮回，把它制造出轮回出来了，轮回是卧梦，你睡觉本来没有梦，天天做卧梦。
啊，这噩梦是你自己制造的，不是别人给你的。什么都放下了，只想阿弥陀佛。啊，我在这里等你，你来接引我。除这一念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。这个世间哪样能是我的？连身体都不是的。我们要用这种心态去念佛。放下不是把事都扔掉，不是的。事照干，今天这一天事情还得照干。心里头痕迹都不落。心里面呢，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念的是阿弥陀佛，想的是阿弥陀佛。真念佛，不搞假的。这大师因缘就是开示悟入啊，佛他能做的就这两个字，开示啊。但是这众生呢，接触到开示要能悟入啊，啊，悟是明白了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看破了。入怎么样呢？入得放下，放下就入了。啊，你放不下，没有不入境界，放下就入了。啊，近代印光大师有个非常了不起的方法，啊，教我们怎样悟入。啊，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有很长一段时间。他在官房闭关，啊，苏州灵岩山寺，他老人家最后休息了道场，啊，那个官房我去参观过，很小，非常简单。啊，只有一张方桌，桌上供养一尊佛像，什么都没有，很简单，一尊佛像，啊，一对蜡台，一个香炉，啊，一个银磬，一个小木鱼，啊，佛像后面写了一个大字，老人自己写的，写了个死字，这个方法妙啊。啊，让你一看到死到临头了，试问问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啊，所以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，我自己常常想到，我们的寿命就到今天为止。啊，今天就要死了，还有什么想投的？啊，那我们在认真呢，在想死，死了，啊，死到临头了，还能想这些衣食住行吗？还能想这些享受吗？没有了，现在只剩一个念头了，求生净土。什么都放下了，只想阿弥陀佛。啊，我在这里等你，你来接引我。除这一念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个世间哪样能是我的？连身体都不是的。我们要用这种心态去念佛，那真是弥陀经上所说的。若一日，若二日，到若七日就往生了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今天阿弥陀佛没来，等了一天没来，那明天还是做如是想，天天做如是想。这什么意思？
给学佛同学做个样子。啊，肯定有一天阿弥陀佛来了。阿弥陀佛说，你做样子是够了。啊，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没有别的，彻底放下了。啊，放下不是把事都扔掉，不是的。事照干。啊，今天这一天事情还得照干。心里头痕迹都不落。啊，心里面呢，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念的是阿弥陀佛，想的是阿弥陀佛。真念佛，不搞假的。哎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诸佛如来到这个世间来，就为这一桩大事。为了什么？帮助众生，赶快成佛。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念佛肯定就做佛了。啊，本来是佛。啊，世间事，设法界的事，别去理会了。随缘就好，不要攀缘。啊，说随缘消旧业，莫再造新殃。啊，古大德教我们，如果我们不知道，啊，在周边一切人事物上，还会起心动念，还有分别执着，那你就在造新殃，你就在造孽，错了。啊，事上随缘，心上要干净。啊，事为什么呢？假的，事是无碍。啊，只要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什么障碍都没有。啊，障碍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里面最严重的障碍，啊，头一个是对立。决定不能跟人对立，不能跟事对立，不能跟一切万物对立。啊，首先要把这个消除，成就自己这一生圆满的道业。啊，决定不能有控制的念头，更不可以有占有的念头。就学这个，从这下手。啊，怎样把念头化解掉呢？念阿弥陀佛就化解了。啊，我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想阿弥陀佛。啊，一心想着早一点回极乐世界。你只要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，你就是佛。不放下，不放下还是佛。不能说你是不是佛。你是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佛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佛不敢轻慢一个人，那为什么呢？他知道通通是佛，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。那个地方休息的环境好啊，人的寿命长啊，无量寿啊，啊，而且快速成就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休息的环境好，啊，决定没有障碍的缘，被你遇到，你在那里找不到有障碍的缘，都是成就的缘。因为你在那个地方，你所接触到的都是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要晓得，
你能够时时刻刻接触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，你有能力分身啊。啊，坐在那个地方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供养听佛说法，这是十方世界里没有的缘分，极乐世界具足啊，所以广学多闻到极乐世界，真的广学多闻啊，诸佛亲自教诲，你有能力分身。啊，你是这样殊胜的因缘，这么殊胜的学习环境，怎能不去吗？何必贪恋此地？啊，释迦牟尼佛怕我们在这里动贪念的念头，所以一生不搞道场，没贪念的。啊，树下只准睡一晚上，为什么呢？这树叶阴凉很大，你起了贪心，只能睡一晚，第二天到别的地方去。啊，断你的贪心啊！啊，这真叫善巧方便，帮助我们不生烦恼，帮助我们不造罪业。啊，这些大师因缘。啊，那么也有人讲这个大师因缘生死大师。啊，有这个意思不够透彻。啊，透彻还是要依经来说。啊，经典里面给我们讲的开示悟入佛智之间。啊，就为这桩事情。啊，那么这一桩事情在整个佛法教学里面它有三个阶段完成。啊，学佛学什么？啊，经典里面我们常常念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这一句话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啊，可以翻啊，可以翻，为什么不翻？叫尊重不翻，因为它是你修学的终极目标，所以保持着梵文尊重它啊，翻成中国人叫无上正等正觉啊，这就是我们要圆满佛的知见这三个阶段啊，先求正觉觉悟啊，啊，正确的觉悟，不偏不斜。都是自性本有的啊，如何能够成正觉呢？你只要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执着放下了，你就成正觉了啊。成正觉有一个学位的名称叫阿罗汉，哎，你就证得阿罗汉。所以诸位晓得，证得阿罗汉就是成正觉了。啊，开始悟入佛的知见呢，你达到了第一个阶段了。啊，第二个阶段继续再放下，放下分别。啊，分别比执着轻。啊，执着是很严重。执着才有六道轮回，执着放下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这样超越六道轮回，没有六道没有了，假的，
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了。啊，那个梦境不存在了。啊，你再放下分别，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。啊，那你就提升了，境界上升了，你就证得正等正觉。啊，正等正觉称之为菩萨。啊，这是佛法的第二个学位名称。啊，你就成菩萨了。啊，谁不是菩萨？放下就是。啊，最高的这个学位，啊，上面加个无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啊，这个学位名称叫佛陀。所以《大乘经要》里佛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是佛。不放下，不放下还是佛。不能说你是不是佛，你是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佛。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所以佛不敢轻慢一个人。那为什么呢？他知道通通是佛。佛佛平等啊，佛佛这性德交流啊，佛看一切众生是佛，众生看佛也是众生，他有分别，他用分别心去看他，用执着心去看他，啊，那就不一样了嘛，看错了嘛，哎，所以你要问问。哎，我哪一天成佛？很简单，哪一天呢？你看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佛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啊，不但有情众生都是佛，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通通是的，没有一法不是的。哎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你还看这个喜欢，看那个讨厌，那你是哎六道凡夫。啊，佛就为这桩事情出现于世，啊，帮助我们这些迷惑颠倒的佛恢复正常啊！啊，这就是诸佛菩萨这个兴起的因缘啊！只有到了个境界的人，彼此会心一笑，都明了了啊！不到那个境界不行。华严性起品有这么一段话，如来应供等正觉，这是佛陀的十号啊，十种称号，所有诸佛是平等的。这十种德号是信德啊，所以你自信就通通有。信起正法了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正法就是大乘啊，大乘从哪里来？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性起它不是缘起，缘起不是真的，性起是真的。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我们中国老祖宗给我们讲的这些伦理道德是性起的，
它不是缘起的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用一个字来代表，就是孝道。孝文化，从孝里面延伸出四科，就这四样东西，啊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它是兴起，不是哪一个人发明的，不是哪个人设定的，不是的。啊，就好像大自然，春夏秋冬，四季分明。啊，不是人给他定的。啊，大自然，佛法的名词叫法尔如是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啊，就信得了。啊，中国老祖宗也很了不起，告诉我们这事实真相。人性本善啊，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善恶的善是相对的，是缘起的，这个善是性起的，性起没有相对的，那换句话说，善恶两边都不占，那叫真善啊，有善有恶，不善了。啊，这个境界就高了。啊，人性本善呢。啊，要用佛法来讲，好懂。啊，慧能大师见性了。啊，性是什么样子？你看他描绘的。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清净是心的。清净是心起，他心本来是这样的。啊，从来没有染过。我们现在的这个清净的本性有没有染过？没有。在圣，在佛的位置上没有加一点，在凡不减，他也没有减少一点，啊，他是真的不增不减呐，不垢不净呐，啊，他不是在两边，他也不是在中道啊，中道跟两边又是对立了。那两边不离，中道不存呢，这不可思议。你不能想，你想错了；你不能说，你说也错了。你说不出来的啊！所以宗门大德有个比喻说：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”你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说不出来啊！只有到了个境界的人。啊，彼此会心一笑，都明了了。啊，不到那个境界不行啊。啊，即性起啊，性起跟缘起不一样，性起正法。啊，大乘是性起，小乘是缘起。啊，大乘里面有没有缘起？有。啊，大乘要分等级，要分上上乘是心起。啊，那么一般讲就大乘、大乘、中乘、小乘都是缘起。啊，禅宗很明显，慧能大师戒引的上上根人，那心起。神秀大师戒引的是大乘缘起，啊，所以他还有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缘起，
啊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我们到这个世间，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的搞轮回呀、啊，这个缘是染缘，这个缘是不善的缘啊。所以，任何一法了，都是无量因缘成就的。凡是因缘成就的，要知道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体。中观论里头说，因缘所生法了，我说即是空。这是佛说的。底下一句说：“以十种，这个十不是数字，是比喻。比喻什么呢？无量啊，圆满了、啊。华严是用十表法，弥陀经上用七表法，都不是数目字，代表圆满。七代表圆满。”四方上下这是六啊，还有当中这七，七是表这个法圆满。十呢是代表数字，从一到十是个圆满数字啊，它是表法的啊，所以代表圆满的啊，也就是啊底下讲啊，无量无数啊，无边无尽，他取这个意思，百千阿僧祇，阿僧祇是古印度的一个大数目的单位啊，十大数的一个单位。因缘成等正觉出现于世，这话我们能不能相信？能相信啊，决定不是我们一个人。我们在那想佛，佛就来出现于世了，不是啊，多少众生跟佛有缘啊，共业所感，佛出现于世了，不简单呐、啊。那我们再回头来想，我们现在这个待业的这个业报身，到这个世间来的，啊，找到父母，我们。到人间来了，这有多少因缘？该怎么说？跟这是一样的，也是十种无量无数百千阿僧祇因缘啊！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了，这个缘里头有染，有净，有善，有恶。啊，佛菩萨出现的这个缘是清净的，是善的。啊，我们到这个世间，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的搞轮回呀、啊，这个缘是染缘，这个缘是不善的缘。啊，所以任何一法了。都是无量因缘成就的，凡是因缘成就的，要知道没有自信，但没有自体。啊，《中观论》里头说，因缘所生法了，我说即是空，这是佛说的。啊，所以当体皆空啊，了不可得。你可以欣赏，你不能控制，你不能占有，那就对了，你完全做对了。啊，你要想控制，想占有，那就错了，你造业了。啊，不管你怎么样造作，你都控制不了，你也占有不了。
啊，他跟你讲真话了。啊，你有这种念头的时候，你心里头染污了，不清净了，清净心失掉了，平等心失掉了，这《华严经》经体上觉悟的心失掉了。啊，清净平等觉是你的心得，是你本有的，你本来是这样的。啊，一个错误的念头，这三个都失掉了。啊，清净没有了，变成染污；平等没有了，变成功高我慢；觉没有了，变成愚痴糊涂，都变直了。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应该要知道，一切时一切处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真修行。啊，真修行，你就想到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样子，真放下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他心地干净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啊，他什么都具足，他丝毫欠缺没有。为什么？信德是圆满。啊，这个不可思议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应该怎样修复？啊，不要往经教里头钻了。问经教里头钻，说苦不堪言。我说不开智慧，所学的什么？学的皮毛，文字皮毛，那叫现在的名词叫佛学，那不是修复。学佛要像佛一样开悟。啊，绝不是把佛的东西记在心上。啊，把佛的东西记在心上变成了所智障，还是障碍你明心见性。下面说夫华严经是世尊最初所创言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实现。啊，成佛的时候第一部讲的华严经。这最初讲的。啊，小乘不承认，为什么呢？佛在定中讲的。啊，我们一般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，二七日中啊，他在菩提树下打坐两个星期，才出定。啊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他在定中啊，为化身菩萨讲《华严经》，那就是什么？他开悟了，明心见性了。那性是什么样？详详细细跟大家做个报告。这个报告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了。给五祖忍和尚提出报告，20个字。能大师的这个开悟，跟释迦牟尼佛开悟没两样，完全平等的。然后我们就知道，慧能大师这20个字一展开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大方广佛华严经一浓缩就是那是20个字，妙啊！啊，一个是细说，一个是只讲纲领啊。啊，所以。能大师能不能讲《华严经》？没人起请，没人找他了，
真要齐秦请他讲华严经，他讲的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。啊，这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里面，也就是教导我们应该怎样修复。啊，不要往经教里头钻了。问尖叫的就转说苦不堪言，我说不开智慧，所学的什么？学的皮毛，文字皮毛，那叫现在的名词叫佛学，那不是学佛。学佛要像佛一样开悟，啊，绝不是把佛的东西记在心上，啊，把佛的东西记在心上变成什么？所智障。还是障碍你明心见性，障碍你见性，你见不了心，障碍你正果，这肯定造成障碍啊！可是你要认真去念佛求往生呢，还得要把这个东西丢掉啊！你得用清净心生无量寿啊，生极乐国啊，心不清净到不了极乐世界啊，这个都得要晓得。这华严经初始，那法华经呢，幕后之垂教啊，说一个最初的，说一个幕后的，自始至终啊，为此大事因缘，于令众生开始悟入佛智之见。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下篇说了，一切与一切众生开明本心，同佛之见等正觉也。这解释了。啊，佛的智性，佛的智性是你的本性。啊，你本心里面，这个本心就是，像慧能大师所讲的，何其自信，那就是本心，本自清净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一样都不缺，圆圆满满啊！《华严经》上说出来了啊，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用这一句话可以解释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具足如来智慧德相。那智慧德相是什么？那用我们这个经来说，就是大乘无量寿庄严。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相，通通具足啊，本自具足，没欠缺啊，所以佛法没别的，放下就是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